没想到内部票还来了这么多人啊！大多数人其实为了凑热闹，不是真的喜欢。那为什么呢？有人为了收藏，有人为了穿高跟。你看那幅画，是我喜欢莫雷的第一幅画。少女，很宁静的感觉。每次看到它，心里就特别平和，而且。 从中间可以看到中国神话的影子。你还懂画？我可不是为了装高雅，我是真的喜欢。<笑>好。虽然说艺术有很多流派，但从根本上说，艺术本该就是相通的。而且，艺术上的交流最好的状态，就是无国界、无语言障碍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 莫雷先生，你好。爸，你还认识莫雷先生？一会儿飞机上就认识。真的？你先到这逛逛，我去和莫雷先生打个招呼。好。啊，他在讲什么？ 不好意思，我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今天会俄语？一点点。超厉害！哦。我是莫雷，来学。 Yep, now have a long and then go back. Oh,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 too. Well, I would love to show you with you. Sure. Really? Thank you. You are just amazing. I love you so much. Let's take a picture. Yeah. Why not? Yeah. Thank you. All right. Yeah. 终于亮了，轩儿回来看到一定很开心，肯定可以胜过方圆航的小把戏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要不要我去接你？林远，我见到大师本尊了，开心吗？ 喜欢吗？喜欢。那我女朋友。好。哥，我谈恋爱了，你高兴吗？你要祝福我。今夜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，局部地区雨量中到大。怎么下这么大的雨啊？我去开车，你在这等我。 居然，就还是老问题，情感方面的，然后你们不用管我，继续。
还有就是你的。我姐给你多少钱？我出双倍。明天你就不用来了。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姐？说什么？大提琴啊，说你不喜欢练。既然不喜欢，何必浪费时间呢？说了有用吗？你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呀？篮球。有些人总是比别人慢，慢一步不要紧，不像有些人一天只画一幅画。你是不是就会说这一句话？一句话就够怼你了。哎呀，你们俩怎么又开始了？烦不烦啊？沈文涵，人丑多作怪，说的就是你。陆少宇，你有本事再说一遍。你凶什么凶啊？小心你以后嫁不出去。你。陆少宇，你这次真的说的有点过了啊。陆少宇啊，师姐好歹是个女生，你不能让着她点儿。就是。那最多下次我让着她点儿。哎，师哥。哎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刚收摊回来呀。出摊儿。啊，那个居然不是因为李果儿包的事情吗？要还给她钱。我们现在一起摆摊画画，帮她攒钱。林元不是答应给李果儿的弟弟做家教来解决这事儿吗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前段时间。你不知道？好吧，帮我拿一下。嗯，好。哎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走吧，走吧。来啊，我进攻，你防守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打球啊。怕了？那你进攻，我防守。主动进攻的感觉很不错吧？其实，人生只要选定了方向，就一定要坚持地走下去。我选择有用吗？爸妈从小就觉得我姐最优秀，什么都让我按照我姐标准来。我有的选吗？有啊。凡事只要勇于跨出第一步，就已经成功一半了。你一直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的吗？算是吧，但挺难的。可是我一直觉得，只要努力争取，就不会给自己留遗憾。你说呢？再来。林雨安，我送送你吧。不用。我就送你到前面的车站就行了。自己认识路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过来的？不要跟我说。要不要去我家坐会儿？不要。不用了。我是来还第一笔钱的。哎，我都跟你说了，那钱不用还了，是我的错，我会负责到底。你负责？你怎么负责呀？不要跟我说话。我不是说了，我替你处理，你就不用管了吗？这事儿。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会自己负责的。哎，你能不能？别在这吵了呀，这事儿没关系。走吧，咱们回家吧，好吧。我认得路，自己走。
哎，我。我。那他们，他们这个。哎。哎，果。不好意思了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我刚才就看徐冉和白坚在那摆摊，就顺嘴把林雨安。没事儿，反正说都说了。那林雨安他，这是我跟林雨安之间的事儿，跟其他人都没关系。果，季丽。除了陈娜，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了。所以，不管我喜欢谁，做怎样的决定，你都会支持我的，对吧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先回了。我替你处理，你就不用管了吗？这事儿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会为自己负责的。我先走啊。你去哪儿？我要去莫雷的展。你和谁去啊？让你管。事事不顺，连这个灯也要和我作对。徐远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来了。哎，帮我看一下十七赛道。我看一下。十七道有人了。帮我开到二十好吧？好。在这儿，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开玩笑，我可是这场子的无冕之王，我不在这儿，我在哪儿？无冕之王，吹的吧？怎么着？不服？比比啊！比比就比比啊！这么巧，你来干嘛呀？这个点单子要找人吃饭了。徐远没空。徐远有没有空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知道你很烦。你也很烦。我对人不对事儿。哎。我的妈呀！好累。徐然，跟我去吃饭。徐然，跟我去。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。走走走，吃饭。不许。你来干嘛？昨天跟你的事情还没有翻篇呢。怎么了？吵架了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那我跟方师兄吃饭也不关你的事儿。走。走。不许。怎么了？吃饭你也管？放烤肉，烤肉，烤肉是吧？我也要去。那边，那边。徐然，那我呢？钟少宇，我到了啊。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
我去，这两个人怎么在一起打球啊？地下大战呀，这是。他不止一个。是吗？那我要考一个尝尝了，毕竟好久没有吃过猪颈肉了。而且啊，这个酱料他们家特制的，绝了。这肉要是蒸好，就应该是原汁原味的。尝一口，尝一口。嗯，这味道真不错。是吧？嗯。有时候啊，就要尝试一些新鲜的食物。不过是满足一下好奇心。大航，好了没啊？我饿死了。哎，好了，快吃快吃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对不熟的人客气一点是应该的。哎，我说徐然，你这个哥哥管得挺宽的呀。啊，你家餐厅啊，绝了。给你点个赞，对吧？多吃多吃。敢不敢？凭什么不敢啊？去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这顿饭没能好好招待你，下次啊带你去另外一家，那家的双人餐特别有名。哎，我们去啊经常胃口大，双人餐估计不够。那下次没关系，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。我们对啊，我跟徐然不就是我们？你想多了，对啊。你干嘛？回家呀，干嘛？谁说我要跟你回家了？不然你去哪儿啊？是啊，你要去哪儿？逛街吧，走，我陪你。好。他不需要，谢谢。需不需要？徐远他自己会告诉我，他都不知道，他连现在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呢。他不需要知道自己在哪儿，有我就够了。就是因为有你在，他才会危险。我危险？李远，你们还去不去逛啊？不去我自己去。哎，我陪你。小冉在一起吗？你们一起回来吃饭。哦，嗯，好的。啊，再见。好棒！哎，怎么样？好棒啊！
吧。没用，阿姨生气了。啊！回来啦，快去洗手吃饭。叔阿姨啊，吃饭。怎么，饭菜不合胃口啊？没有，我们吃过。你吃过了，你没跟妈妈说我们在外面吃过了？我说了呀，但我只说我吃了。至于你和方远航吃美食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方远航谁啊？林远。林然，不要说话。云安，你说。同学。是同学吗？是同学。也就只能是同学。徐然，你要注意点，你现在也算半只脚踏入社会了。妈，我都大学了，你怎么还这样？哎，好了，别说了。都是你惯着。吃饭的时候说多了对肠胃不好。吃饭。我不吃了，我先回房了。哎，徐然，和师兄的约会都被林渊这个混蛋破了。徐然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你故意的吧？那又怎样？哎，哼。我的，我又赢了陆少宇了，咋办呢？你呀，对呀，来啊，谁怕谁啊？来啊。据说这条路上有鬼，我今天不会点什么病。谁？会不会太普通了？换一个。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。哎呀，不行，得换一套有气场的行头。徐远终于可以看到我精心给他准备的惊喜了。上天台。林渊。说吧，
说什么？道歉啊！你把我叫来不就是为跟我道歉吗？哦，李果儿的事儿我……哎，不是，那件事我早忘了。哦。你怄什么？你难道不要为今天事跟我道歉吗？凭什么？人家做了那么多事儿，你什么都没说就把我拉走了，有那么点礼貌？我为什么要对他有礼貌？什么叫做凭什么对他有没有礼貌？你读这么多年的学都白读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好，那麻烦你从今天开始，千万别管我，别什么事都掺一脚，把我当什么？我把你当什么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妹妹啊。不过从今天开始我不这么认为，你就把我当一傻子。对，你就是一傻子。神经病。你喝多了，我惊吓。什么惊吓？我现在就喝多了。去哪儿？我要去墨林寨。你和谁去啊？才反应，感谢你突如其来降临。